我是南仁武商场的经营管理者。在服务区的消费特性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客人的流动是快的。那我们这次应用这一个中华电信的智慧型商场的 APP 应用，结合 Beacon 的这一个主动推播的部分，在他进到我们服务区内，就可以主动去告诉他说我有什么样的优惠讯息推播，可以产生近一种尽可能的消费，通过一些纪念商品的一个那个集点哈，让他使用这些设施，了解这些设施，知道说我们这个服务区有提供这么好玩的设施可以给他玩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消费体验，然后产生一种满足跟感受出这个服务区用心跟温馨的地方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工具，除了提供这件事，当然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还提供了一些营业额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帮助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商场，我相信在未来的导入更多的点的时候，在商场上面可以更好。